9月12日晚，网红李雨桐在微博发长文自曝遭薛之谦骗财骗感情。9月14日，有网红曝光和薛之谦的微博私信记录，称曾被薛之谦撩，不认识的时候就约他唱歌。该网红还称薛之谦不红前口碑就不好。在聊天记录中，该女子还称李雨桐从未对外说过薛之谦的不是。对此，有网友评论道：“人红是非多啊。”我只想看看你怎么